校委会也按多年来用校园认证，希望鼓励民众学共学。不过，台埔、尿片这案也有少数的强调，也按多年来考生人数都唔系几多，尤其从这案强，最近连续五年都冇130人去报考。云林县苗医馆分析协会今年三月底特别派人校园认证体训班，就将黑工自家的母语这案下黑工抢寸度好高提高。不是今年的，可能就会无体的。校园先生咪讲，校委会补出新春时的开班人数有限制，替传播媒体好有抗药师，安尼也得少数强调吹工期待会限开健身。一连长三孔桥。台五安博市担当一群人伫教室度方天天 CD 复习校园认证教材。也是云林县苗医馆文字协会今年三月的张凯业周万强汉语认证体训班，像尤其比较弱势地区，我们在想20年后会讲客家话只剩下老师跟学生，那整个社会环境就没了啊！是因为在学校他教了之后，他其实在社区如果没有去营造那气氛，小朋友回去他是不会跟家长讲的。辛苦，辛苦，辛苦。那么厉害，那么厉害。也得好人对二十人岁到60人岁都有，也得有诶姿势就系讲招运强，下发讲到动不了。永远系希望做得利用一百几岁潜在积极无买效果诶模拟，其中上系一个李太太，其含系一个好老人。几每天天家老公用下来报名好下发，然后每次一开口啊，就会被人家笑。然后来学的话，就是不怕人家笑，然后就是多学。那台北嘛，加训练唔识讲，哦，阿妈冇欺负伊好讲，啊，所以讲一摆见到个好较亲一点。我觉得教材课本里面。就是基本的教师语言而已，它不够生活化。因为我们在学的过程中，有很多那个大哥大姐，他们会讲，可是不会看也不会拼，但是他们能够指出说，就是说这样讲话，我们一般生活上不会这样用。只有哈菲菲统计，民国101年汉语认证初级考试，周万强报名人数含有133人，不过对103人起始，当年报名人数都全部130人。认证报名考生单单都限起学生诶，苗医馆文史协会就派人认证考场，希望唔好抢起学校单方面开始产生母语诶基因。因为这几年我们都在鼓励小朋友嘛，所以那个老师在学校教，那学校那老师带动那个小朋友啊，所以在这几年我们看到那数字好像哎几十个很好看，那事实上大部分都是学生的，其实社区的人其实很少。就是说等于在推这个在社区的部分它是很弱的。今年的悠悠行业高管考试的云林考场，张头悠悠的小朋友就去健康的是现场实施，全场用这碗强来沟通，还够献出相对应的答案。其实一个乡亲不但将希望大鹏教育留这碗强用下当前，针对这碗强的传承问题，也得行下希望，去传播媒体方，每要行下多、长多、宽多，从个招揽强一条，少数强条机会。新闻播、新闻播，安尼就安尼主播，个来主持人嘛少。其他节目，说做恶样的，可比六点加诶，人节加节目真好啊，奥林匹克。不过，俺伊个强条就无，较硬嘛硬是变害流的。啊，好好上得开，不过，无敢要讲啊开。过来讲不讲啊？题目，你个挖土就发土真行么？没发土。白天什么？逆气条啊。晚上嘞？临暗。江条来到台北，都会问人口上课时间。贵间教室都放相错的两位学生诶。强用黑下发少数强条的太普强，唔能将现课人数卡少。就连学生诶，每唔都上爱报名认真。教三届学教啦哈，啊，不过个。大概学校差不多2节课啊，1节课安尼啦。啊，今日一家学生去参加呢，嘿。学生会冇啥参加。今日感觉今日要学买英文啊，又要学其他的啊，佮冇次目，又要准备很多啦。唔但将啲学校地图，上我前度年年来后，太普牛片，即个话题都少数强调学生诶，就接近同困难诶。
那韩国有行业宣传时含有十五上亿的快科门槛，有某年轻人就太上火，以希望销售合法强调做的工代快科人数限制。希望唔好有好上诶，上完后考啥快唔上。像我们在开什么班，我们的条件其实跟其他的腔调都一样啊，一般一定要十五个啦，哈，这些条件都一样。但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台湾客家地区，其实非常辛苦。一直以来，少数腔调就系我哋都有贴牌，就系唔是都十五上，我哋都就系十三年。除了这少数腔调啊，哈，佮还有就系偏远的地方啊，你都一部分吼就。我就是一次就是由贴牌来处理。底下必须接受行业认证奖金制度过后，有某年轻人就动手，恐怕会行下影响本地考生人数就唔系一度的销售强调报名情形。希望政府做别同合法销售强调提供行下多，将其虚假表演一条发挥空间，好相应来好。下个新闻，请准前座，综合报道。